魏太，魏太，系，我谂你应该都睇到，魏太你电脑里面所有嘅文书档案都系喺寻日，即系10月5号下昼3:40分开始被存取。阵间我俾你啊，你忍住睇，唔见咗咪仲弊。魏太，你俾我先，唔好唔紧张嘅手指啦。你放心啦，我唔会唔见只手指噶。错，你认后啦，点解会咁噶？突然间点算啊？系啊，话佢琴日一直喺度听，点会咁噶？ 只手指啊，唔通真系佢？冇可能噶！佢话点解要咁做啊？事事你冷静啲先啦，你放心啊，得噶啦，我会处理啊，迟啲我俾电话你。塞车嚟嘅，司机大佬啊，有冇第二条路行啊？塞到都唔喐得，你估我晓飞咩？ 点啊？走都唔讲声啊！你而家喺边度？我有啲事分紧学校啫嘛。而家咩钟数啊？学校都放晒学啦。系咧，未过海嘅翻转头啊！我有啲紧要事想同你倾。哦，唔系啊，我今日旷课啊！我要翻学校交代一声，校长等紧我嘅。唔好意思，我电话入，我再打翻俾你吓。拜拜。你手指喺边度？点解仲喺卡文度？ 琴晚阿华成晚同你一齐，一样饮醉咗，今日都应该仲未见卡文。Charles， 卡文而家喺边度？佢讲过咧，话今日放咗学之后会同阿华攞啲相去 wedding planner 嗰度啊。我谂而家佢仲喺阿华间学校啊。你即刻打电话俾卡文，叫佢处理咗只手指佢。我打咗俾佢好多次啊，但佢冇听电话，应该仲系上紧堂。你而家即刻去林天光，罗耀华嘅贱人都去紧学校，我会叫九龙城班兄弟过去帮拖噶。 总之唔可以俾个贱人攞到只手指。系大佬，即刻做嘢。咩事啊，泽哥？大佬直接攞我打，叫我哋嗰齐有，尽快去林天光中学。实快噶，喺隔篱街啫。今次搞咩？佢话唔理我哋用咩方法，都要帮魏太抢翻只 USD 手指翻嚟。走。好。 点啊，喂，清常，要嗰份资料咧，只系 B send 咗过嚟，我放咗你台面。唔该晒。系啊，收到封信拎有啲僆赶紧到林天光，唔知搞乜鬼，再有消息话俾你知啊。我而家过去睇睇。拜，都差唔多噶啦，唔该晒啊，你等我走先。冇带去，不如去小食部吹阵水先啊 ，Miss Cool。都好，横掂我要等埋罗Sir。罗Sir，你接你啊？乜佢唔系 病 咗咩？ 佢透咗成日冇事噶啦，咁不如我哋落小食部等你啊，都好啊。喂，卡文，你做乜而家先复我噶？我啱先落堂咋，我搞咗阵机啊。你揾我咁多次，唔系有咩事啊嘛？阿华咧，阿华喺边你身边啊？佢翻紧嚟学校接我啊。 我咪同你讲过嘅，今日约咗Elaine俾相佢啊嘛。做咩事啊？你好似好紧张咁嘅。咁当年上嗰只 USB 手指系咪仲喺你度啊？喺啊。咁就好啦，我就嚟到学校啦，你要等埋我啊。究竟做咩事啊？琴日只 USB 手指咧，copy咗公司 file 啊，我想攞翻你几多楼啊？3楼啦，你到咗啦？系，你等我啊。嗯，又会咁嘅。家姐，你慢慢啊。 阿华，卡文，你听唔听到啊？点啊，家姐，你即刻帮我毁灭咗只 USB 手指，听唔听到啊？卡文，俾只手指我。点解你哋个个都要只手指噶？你唔好问咁多，俾只手指我先啊！ 你俾隻手指我先啦！佢衰，佢衰我哋。
等陣，我哋入去睇下咩環境先。係，扎哥，一定要決定啊！好啊，好。邊處啊？喂，你揾邊位㗎？咪走啦，俾翻我啊！你俾翻我啊！咩？企喺度啊！咪走啊！我走。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死了做什么事啊？如果你唔想错过 TVB 嘅精彩节目片段，咁就快啲揿下面呢个钟仔订阅啦。